全台最大台湾电影文化城，欢喜过新年，全家一起当演员，白河交流道一下就到。你这样老多用啊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大哥大，衣服如果让咱俩穿到街上也不好看，这里没有人看到没有关系。谢谢，谢谢我们主持人。现在我们来段轻松的音乐，然后待会我们就一样留在开放的点歌时间，欢迎大家要点歌的话到我们后台来点歌。还有，如果你要吃我们这个头脑送上，非常健康的我们的秋欢面，秋欢面到我们这个爪菊汤这边，我们有这个卤肉饭给大家吃，还有这个笋汤，还有炒面，还有我们现场国宝级大师魏平生现场的这个醋化红糖，大家可以观赏一下。即将到我们影城来拍摄哈。